现在我们先讲修定。即使参禅开悟了，大彻大悟了的人，修问怎么好，智慧怎么高，乃至有神通俱备，能不能得定？这个是问题，这就是个大话头，值得一谈的。换句话说，针对禅宗所讲的念下顿悟，一下就开悟了，啊，还要修持不要修持，能不能得定？这个修定的功夫，就是大学家所讲的，知足了后能定，定了后能静，静了后能安，安了后能虑，虑了后能得。这个定静的功夫，在教理上同事实上，我们需要认识两个项目。那现代化讲，一个修定的八个障碍，修定八个障碍。这边没有人，配上呢，不过这啊，修定八个障碍，啊。忧喜苦乐，寻思，啊，寻下面一个寡妇，觉就思就是观。寻思，初喜如喜，初如喜，初喜中如喜，为什么不能得定？譬如我们想静坐啊，坐在这里，为什么不能真达到那个很好最高的境界？那个境，当然睡觉不是静，睡觉是生活一个动态之一，不算静。真达到了定静的境界，不是睡觉，可是也不像现在这样乱七八糟在思想，那个就是定。不能达到有心理障碍，我们一边譬如还有事，心中有事，不是在烦恼东想西想，不是坏事就是喜好事，心理的现状归纳起来，不是忧就是喜啊。譬如说，哎呀，我在现在下静了，不晓得静不静得下来，这个心理状态就是忧啊，好像不错，哎，这下有点甜头了，那好，已经在哪里乱了，这个喜，心理状态。苦乐，这个腿子受不了痛苦，那还在哪里气脉就通了，享受苦乐的状态，忧喜苦乐。苦乐一半生理的，身体的，一半是心理的，忧喜是完全生理状况。寻思觉观，古代翻成汉代以后翻译觉观两个字，唐代翻译寻思，心理的状态，感觉这个思想能够自觉的，我们这个思想就在自己脑子里头心理上专门找一个东西，
自己也不晓得搞些什么，啊，都在思想不能够停留。观，还有个心理状态，等待。其实有时候，你们下了课站在门外，就是愣在那里。人家过来，同学问你干什么？啊，没有啊，是你真的没有。可是你愣住了，那个心理状态是死，直观。这个包括形式两个字啊，是经过的身心两方面偏重于心理精神方面的，所以障碍我们不能得定。嘿，最后两个严重了，这个鼻子还要出气，还要呼，还要吸，不能得定。那换句话说，真得定，鼻子呼吸停止了，几乎是停止了。所以不出息，不入息，不行不食，不忧不喜，不苦不乐，这八个障碍拿掉，就能定的一个状态。这是一。第二，我们打坐坐起来一定碰上的，我们这位杭州来的这位汪曼之大佬啊，他87岁，他一辈子做功夫，但先生跟我就提到这个事，拔处。拔处啊，接触的处，啊，动养称重冷暖啊，色滑，这还是简单的规律。我们这个打坐初步修定，不管你盘腿也好，不盘腿，真的进入那个正定的状态里头去了，那你的身体身心一定去变化，去变化。这个变化在佛学名是叫八处。处这个字就是交互抵触的意思。那么在你们都在佛学院的笔念出来的啊，色声香味触，这个触跟受两个相对，触受是什么东西？拿现代的话就是交感，这个电线的插头一样，插对了或者插不对了，插不对了电线要爆出来你也受伤，插对了就通电了，都是触的现象。触是接触，触电这个触。所以你真的对了，正坐坐对了以后，你普通还做不到，哎，你多做一下定坐，哈，他来了。所以这个你们武侠小说在写的啊，有些走火入魔了，满载的啊，这个动啊，静坐坐得好的时候，有时候分好多种，内部身体呢坐在这里动，那里动，气动了，不过气动了也要分清楚哦。我们在台湾现在这位同学已经是当教授了，当年也是打气坐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人没有现在这样多了，那个地方小地方，晚上他打气啊，
他这个我们现在还把这个故事当笑话讲。晚上我们小餐报告，每一天大家修持用功下来心得当中做一个报告。他后来做报告啊，他很有趣，他说我今天下午啊，好几堂啊，一堂啊两堂去买通了，嚯，两个大腿背向一直在腰里通，冲过来通过去，好难过，不过我晓得去买通了，嚯，后来慢慢嘛通到腿上了，后来哎呀，动小肚子那里，搞了半天是个蟑螂在里头。蟑螂开外头啊，哎呀，这种事，所以现在在我们大家那里还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现在本身还是教授了他讲是动处，真的去买动了以后，有时候说以前当年叫大神船，你坐在这里自己慢慢的都动起来了，你没有一说，然后啊这边转三圈啊，这边绕三圈啊，这边动两下啊，这样也动两下哦，然后说哦，你们现在啊就高兴得很，特异功能来了啊，这对对了，就是生命的作用发动了，自己意识不能定，定不住的时候就有动的现象。不是什么上帝给你，也不是菩萨在你身上，也不是鬼，也不是神，生理必然的反应，动，有各种动，所以有许多特异功能的人，或者动了眼睛了，那个眼睛可以透视东西了，啊，动了耳朵了，听不见的声音能够听见了，是真的。换句话说，不稀奇是生命本有的功能，但是了解了这个道理，到那个时候反而不是它动，把它关闭掉，不然你用到这一面去了就糟了啊！你经过的这个道啊福啊就不能完全成圆满的成功了。动是一种现象，是必然，包括很多很多。所以一般说，今天练气功啊，练什么任督二脉打通、七经八脉打通，那不过是动的一种啊。真的有时候动得好，禅定那个生命的功能发起来，认真的可以悬空来，也是一种动态。这个生命是有这样无比的潜力的功能。一种呢是发痒，生了长疮，这些疮什么在胎儿在娘胎里头的所带来的不干净的孽气的都排泄了啊，那有许多啊讲的生的疮啊治不好，现在时代科学医药进步了，我们过去看到有些苦修行的老和尚，哎呀，这里长疮，哪里到处烂了，也没有药，很痛苦。可是他们真了不起，自己把自己看空了，不在乎。我们看了真难受，啊，所以发痒，生了会长疮烂，啊，烂了得有，各种各样的怪病都会来。在佛法里头讲，这个生命孽气之所生，父母的孽气，所以要修持气脉变化。儒家讲变化气之，那这一句话是科学的，气与之，之就是物理的、生理的，那要把自己的身体修到脱胎换骨转来。变化气质啊，它发生痒啊，所以动
讲就是都简单是讲字眼了、珍固的固爱，单独的一个一个珍固的各种病例发生不一样的啊。好，称有时候就到身体啊，到了某两个腿也不能走路了，腰也动不了了啊。我自己也有经验，那个时候我到了40多岁，爬楼梯两个脚拿不起来了啊。但是我知道这是个用功的过程，我就不在乎你。我还有经验告诉你们，都吓死了。有一个阶段呢、一个多月拿这么一张纸拿不住，就会掉了。可是我一点都不怕啊，我知道是要动原理去实习的啊。还有经验，我告诉我有时候走到路上，走路的时候感觉到自己到这来了，我头在走路，脚在上面，我也不在乎，就看你怎么样把我弄死，看自己看自己办法。哎，既然要实践嘛，修行就是把自己拿来进入这个道理中间去实践来。所以道家有两句话我很欣赏他，说要忍不死啊，举非死个人。哎，这讲很土的话，很有道理。你要修到长生不老，要修到不死的生命，举非你有准备死了的决心去修啊。一边要这样怕那样怕，哎呦我反应了，哎呀我冷起来，哎呀老师啊怎么得了啊，我说怎么样，哎呀我流鼻水哦，打住好几天都不好啊，那也叫老师。所以给人家叫老师，天下最倒霉的事情是干这个事。那然后啊，大小便不通，老师啊这里不通那里不通，都来问你。其实这个原理很简单，只要搞通了啊。轻有时候身体非常轻，重拖不动，都是过程，等于开车走路一样，两旁走的看到的环境不是目的地，不要怕啊。说动养轻重，冷要说怕风啊，举持一柱好像冷衣服的人啊，有时候啊冬天可以穿一件衣服，都会造成都身体气质变化的现象的过程。有时候身体就干枯了，皮肤都干燥了啊，像木头一样啊，有时候润滑的像婴儿的肉体皮肤一样，这些在哪里有呢？就位同学啊，哎，你说你怎么知道？我们府经上都没看到过，嗨，你去找啊！我们大家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也是你们诸位的老师，这一方面的书文老师教的释迦牟尼佛啊，那些大师兄们，舍利子啊、摩连尊者有著作留下来，你们都不去看了。大毗婆沙论里头啊，包括居舍论等等，好多东西在里头，好多宝库啊，都有啊。所以你们一般现在佛学院只读一点普通的佛学、普通的经典、真的修持、真的怎么样啊等等，大毗婆沙论等等啊，这些东西都有。那么先把这些过程再告诉你了以后，哎，现在我们差不多了，真的要去吃饭了啊。吃了饭晚上几点？吃了今天的密集的把课程赶快把它明天要是真的上来做咯啊。我们现在
再开始四座一堂啊。不过这个禅堂顶上的风过来都不能出去，大家要保暖的准备好啊。尤其是真正正坐以后，最重要后脑等两个膝盖头容易就风寒。后脑注意啊，我们好好坐一堂试一下啊。次数多做，一天多做几次，这是一个要点哦，千万记住。这样慢慢慢慢，次数多做，时间少做，不要说我要熬腿把时间拉长，完了，你就这以后就会讨厌正坐了。千万注意，不要认为熬腿是功夫。这是个大错的。这个所以你宁可时间初学的人时间少做次数多做，每一次坐下来就像今天晚上这个刚在这一次短短时间恰到好处，哎，无比高兴，自己好像快要进罗汉果那个样子啊，不进个罗汉果也进个奇异果啊，啊，猕猴桃了，那叫奇异果啊，就是这个，这是一个要点。为什么今天天气特别不同，冷，我要跟你实际上说，我们不算大气哦，今天是我一天到黑嘴买嘴巴，所以以前有个老朋友就骂过我，像你呀，他说骂另外一个朋友，你呀，你来生的果报很惨。那个朋友说怎么惨？你来生变男孩子的嘴巴。那个朋友就是什么意思啊？会一天到黑把你用到晚啊，把你累死去。哎，这个骂人骂得很逆手。说我今天是连到卖嘴巴，是密集的下来，慢慢看你们诸位的进度，而决定这个领导的一个方法，领导向哪一个方向走。譬如刚才大家做得很好，这叫什么呢？空心静坐。没有内容的静是静得蛮好，饭也吃饱了，毯子包裹的暖和，这个人生就是为了温饱又温暖，饭又饱了，那又不好，天堂啊没有这样好，也不过就是。可是脑子里思想还有没有？有的，没有静下来。所以刚才下午讲到佛说了八万四千法门方法，他有八万四千个。为什么那么多方法呢？都是对治法门，
谱学的名字叫对治，对症下药，什么毛病给他吃什么药。因为众生一念之间有84000个烦恼，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这个人生一念，什么叫一念啊？哎，我们鼻子一呼一吸一来回，这个概念叫一念。这一念的这个时间里头，我们觉得自己没有想啊，有84000个烦恼，自己不知道。假设你都看得清楚，这个人差不多了啊。怎么证明呢？譬如你在做笔记，譬如你写一封信，你写的手下写的跟不上脑子，脑子你要写一封给朋友的信，给爸爸妈妈的信，乃至写一封啊给朋友的情书，要想说的话一大堆，哎呀，脑子已经想了好多过去了，手下不过写了180000字。就是说那个乱动的烦恼思想太多了，所以不能得定啊。吃饭以前介绍了8种障碍不能得定，同时也介绍了静坐当中容易发生的现象，归纳原则是8错，其实还很多，不过讲大原则。真正不能得定打坐，容易犯2个毛病，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一个是散乱，一个是昏沉。什么叫做散乱？我们人坐在这里，实际上心里头脑子的思想没有停留过，这个想了电子跳动好快，这个思想那个思想，你觉得没有思想，已经想了很多了，等你感觉到已经是一大堆灰尘已经飞过去了，这个叫散乱。功夫用的差不多走了，好像没有那么多杂乱的思想，哎，可是呢还有轻微的思想，等于昨天讲到非想不是想，非想不能说它不是想啊，这种调局。散乱分2种，粗的叫散乱，细的叫调局。粗的散乱就是我们的思想乱想，调局啊等于人没有睡躺靠在那里昏昏迷迷的，你说人家说你睡了没有，你讲话我都知道，哎，可是他还真睡过，睡了一下，那一种情形叫调局。调局就是一个电子没有关好，咚咚跳一下啊，你们有经验吧，那个热水瓶有一天没有设好，这个叫调局，我们这个内在的情形，所以不能得定。不调局是昏沉，大的昏沉就睡眠了，譬如说坐起来在那里已经不知道了，以为自己得定，实际上是睡觉，哎，但是你也觉得没有睡觉啊，这个人昏沉糊里糊涂。你看看我们这个人生一辈子，活了一辈子，除了睡觉以外，一醒了眼睛还没有张开，散乱的心来了，这样那思想就来了。所以我常常问人，你有本事知道明天早上第一个想的思想是什么？如果你能够今天先坐下记好了，明天会知道，那我马上皈依你，我叫你施工师太，施工都可以。
你做得到吗？还有，你能够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睡去的吗？睡怎么样睡去？睡着了。所以我们人生啊，生不晓得从哪里来，佛说的是这样投胎的。嘿，这个话，如果一个很犟的人，那是，哎呀，不要迷信，那是在嘛你乱说。谁我知道我来怎么投胎？生不知来去，死后真的有没有？有中阴身吗？有鬼吗？还有来生吗？谁知道？你们都信吗？哎，你们劝人家都信，自己老实讲，心里还是打问号的，不知道。所以都在这个昏迷中。现在诸位也信佛了，也出家了，你以为叫做修行啊？哎，我们现在明天大概要发啊，瑜伽师地论，弥勒菩萨所讲的啊，当来的教主啊，弥勒佛他所说的，我们现在要修行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注意啊，知两位。资本的资，粮食的粮，有一个普通人想教做到自己超凡入圣，做个生意，小生意也要资本嘛，啊，走路做个劳动也要吃粮食嘛，所以第一步是修习资粮位。我们一个普通的人，出家也好，在家也好，要修道成佛悟道，你有没有这个悟道的本钱啊？是要去赚这个本钱啊？偷鸡要一把米啊，结果你啊米啊还没有，想偷个什么鸡啊？第一步是要偷米啊，做小偷也有个道理啊。哎，我们学佛是做小偷，你想每个人啊，都是这个样子，也没有是念不雅众，貌不惊人。佛有32相，我们大概10来相也没有啊。我们有一个什么相啊？不知道啊，还想成佛得道，太好容易啊！不是偷吗？做小偷吗？想偷到佛位，但是不怕，真能够跟你偷到佛位，需要准备资粮位。这个资本是两种，福德资粮、智慧资粮，是培养福报。福报怎么样培养啊？从做人开始，做人做事的开始啊，做人做事，哎呦，我们的文化啊，儒家、佛家、道家、中国。统统讲这个东西，做好一个人太难了，太难太难。如果我是一个拜真的，我想拜一个学校，拜一个教育。当然，我在台湾给手语法师啊，在闭关的时候也试过拜一下。那现在这几位。弘忍师啊，永辉师，他们这几位是这么与正如这般了，还能够跟到我做的事，都是当年年改受这个训练出来，但是我还没做到年，像你们这样松松的嘛，教不念师之过，养不教父之惰。大概你们没有读过啊，是念师很严厉的师，老师这种念师求高徒啊，不是名师求高徒啊。你们这里老和尚太慈悲了，太好了，
我看你们这个让我来做老和尚的小和尚啊，要管你们啊，那对不起，那就不是那么松了。至少我精神比你好啊，不睡就不睡，不吃就不吃，打架就打，啊，就狗爬我也会爬，啊，样样都跟你赶上来，啊，就别你们上路，啊，所以你们就要。做人做事，要去说服的人，多替人家着想，不要光顾自己。要去出家，千万注意六合正。六合正是哪六样东西啊？啊，你们都是佛学院的高材生，比我好多了。哪六样东西啊？啊啊！你讲啊，你讲，你去写、啊。现在这个不要笑啊！我随便抽签啊，抽一个出来，讲得出来，当场写得出来，100块钱，讲的来，抽哪一个？你抽，不要问了，问问那个会写，你抽嘛，抽到哪个就到哪个，哎，啊。啊，18号的那一位运气太好了，你当选了六合正。啊，东师法啊，哎、啊，这100块钱我说，这个也会写得出来，啊，我看那个样子，啊。哎，你们90都可以，他写不出来漏个消息啊，反正100块。哎，吴忠鹏，100块拿出来等啊，当场就要给奖证。不错，你是代表了呢，不错，还可以，好，出家叫僧团，共同生活在一起就是六合正，这个六合正是真正的。中国、印度、东方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最高的境界，所以当年我也念做共产主义，这个海洋是他那个算什么？那个共产主义的领袖是释迦牟尼，真的，他早就到了。所以社会团体彼此深厚。同住，再抽一奖看，又是100块，请你来展示，你展示的比我好啊！当然，你展示好了，我说你不好，我就送100块钱啊！但是那一位，考考大家，生活同住，怎么叫生活？不打架叫身体活啊，还是什么意思？身体怎么在活？所以我们古代的文化问候老前辈，问候父母啊，身体活安福，绝对的健康，身体生活同住，彼此之间灭火，这个摩擦，生活同住，
啊，没有你看我的眼睛不对，我看你鼻子歪了，然后你看到我眼睛斜斜撇过头去了，我看到你呀、鼻子摸一摸歪过脖子去了，就不活了，彼此生活同住，口和同正，没有说脏话，也没有说讨厌别人的话，也没有挑拨是非，也没有说别人的不对啊，异合同源，思想意志是相同的一个团体啊，再合同处。譬如说要出门了，打架怎么走，怎么吃饭，所有的战略为你都是活，不是活动的在活，是活着，是和平的啊，利和统军，嗨，共产主义，你要十块钱，咱们八个人，哎，平等，一个人分一块，两毛钱吧，啊，共同的利益，谁也没有私心，天下为公，借和同改思想是相同的建在。只要在基本上六合正做起，就学了做人。我们诸位同学每一天反省自己做到了多少，能够做到多少。第一个，写社会，写说我亏，我们的未来的教主现在大菩萨弥勒菩萨那个效用，哎，千万效用学会了，你成佛一半了。啊，活起就生财，不要老是看到人啊啊，那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是第七条，其后不安呐、啊，那就糟糕了啊。啊，六合正是修福德。初步至于慈悲喜事，帮助人家多做好事。我们普通的教育，教一个孩子日行一善，一天一定要做一件好事啊。什么是好事？你说我也做了，嘿，那个这个路上有块砖头，我都把它搬到那里去，免得碰到人家的脚，是好事，小之有小。所以修省些修福，福德不够，你怎么样修持都是没有用的。我的经验告诉你，真的，多做一件好事啊，自己的那个智慧都开发一生，那个道理的功夫通就大跃正跳一步，我绝不骗你，我自己的亲身体验，而常常就是，所以我自己讲自己，我就这位老朋友都知道，我说我有个毛病，我的毛病是什么？把人家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来哭，就这样一个毛病，而这个毛病我还戒不掉呢，而人家家里死了人，棺材抬到自己家里来哭，不是多此一举吗？可是你要学佛向菩萨道，就是要这个精神，多为人家着想，我还做不到耶，吹牛是吹啊，这个福报收够了，福德的这个收了，做了好事就会成道成佛嘛，不过是走成佛之路的一点资本而已啊，福德资料。第二是智慧之量，这叫福智二之量，也有经典上叫福智二年，庄年那个年，福德庄年，智慧庄年，是叫福智二年，福报要好，智慧。什么是福报啊？你看六合正，平安就是福。所以我常常告诉同学们，
我一辈子写信给人家，下面什么祝你好啊，祝你保啊，我都没有的，祝你平安。平安就是福，人生难得平安的。古人有两句诗，百年活了一百岁，一百年了，百年三万六千日啊，一百年不过三万六千天，不在愁中疾病中，这个日子很多舒服啊，不在烦恼痛苦中，就在生病中啊，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在愁中疾病中。你看我们算算自己的账，假设六十岁就一辈子啊，诸位，我们学佛的人这个很重要啊，账要算清楚啊，六十岁一辈子啊，三十年都在床上睡觉睡觉了，只有三十年，这个三十年当中前面十岁还叫十几岁，就高明的算十岁啊，不懂事小孩时候去掉了，后面老了这个十来年还叫少一点五年，也不打算是老了，都不行了啊，剩下来只有多少，三十，只了十年的小孩子不懂事，只了不要扣得太多太惨了，扣个五年吧，老年可能只有十五年，十五年活到这个人生，三餐饭一顿大便还有小便乱七八糟耽误掉，你看只有活了几年，你算算，就这几年当中呢，不在痛苦烦恼就在生病，嘿嘿，大家没有算过这个账啦，哎，因为我也学过会计的，所以算得蛮好，这叫成本会计。我们那个陈博士告诉我，我跟他学的会计，就是成本会计。你看生命就是这样，所以在这样短暂的生命里面，不努力真正修持，这个生命的意义活得是毫无价值。如果对世界的人类没有贡献，说服就要度众生了。我说，哎，常常劝人家，有些同学们，哎呀，我要去专修度众生，哎，他要我要做工，我常常劝人，你先去专修啊。只怕自己不成佛，不怕没有众生度。自己修行还没好，哎呦，我要去弘法利生了，度人去了。千万记住，只怕我自己不成佛，不怕没有众生度啊！如果匆匆忙忙啊，剃了光头，学了一点，要去弘法，要去改庙，就是利众生了。哎，你要去动众生啊！老实讲啊，反对众生度，都是众生度了我。所以福德资料要年里的收。换句话，你们今天能够出家，我们大家居士们能够修福，不过是即便你打坐也好，用功也好，念咒子也好，拜佛也好，通通在修福的资粮的初步，谈不上智慧资粮，没有福报增大了的人智慧一定大，真的嘿，世间的福报有钱都可以买得到，有船有钱就可以买得到，智慧学问是钱买不到的啊，他一毛钱都不值，可你就达不到。为什么你的智慧学问没有那么高？因为你不修福德资料。所以修行第一步，资料位置修这两个东西，福德资料修好了才修家行位。像我们打坐啊、参禅啊、念佛啊、修行是家行为的事情。什么叫家行啊？就是现在工商界叫加工了，哎，来料加工。
来了加工，对不对？是加工的位置。啊，什么参禅悟道也不过是沾过加工的位置。打坐修行不过是加工位而已啊。加行位叫加行。第二位，有这样到见到位两个大阿僧祇劫了，多生多世修来才能够见到悟道。第三是见到位，所以禅宗的六祖坦证里面看过，五祖告诉六祖不见本性修法无疑啊，就是见到位，见到了。这个见不是眼睛看见的见哦，你悟到了。第四步，见到位以后就是修道会，悟后起修啊，就是五祖告诉六祖的不见本修修法无益啊，悟后就起修起修了。见到位以后就是修道位，所以十地菩萨、初地菩萨、二地菩萨到十地菩萨都是修道位上的事啊。最后成佛叫咒真位，这五位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刚才我们讲到所谓要反复，什么叫反复？平凡的人，一个普通人，古文叫做反复，就是一个人的代号。反者就是平凡，平凡的意思就是普通人，有个反复而到达成佛之路的无畏修持的这个情绪啊。我们汪曼老，这位汪曼老啊，大居士啊，修持修问都很好的啊，他88了，今年从杭州马上跟我送个条子来的、汪曼老提出抗议，不是看你了，说笑话啊！我妈妈说，关于见到以后修道才能修道。刚才说见到以后修道，修道以后再到咒真位。六祖坦证上提到过，不见本性，见到以后才能修道。他是一般人。对于这个问题啊，修佛的人修道有争论的。如果出认识这样的话，世界上大家修行人更少了，更害怕，不能见到怎么修啊？他提得很好，他是人家问到他，他我也不能解答，就问，是问我。这个争论从古到今存在的。菩萨又就在禅宗门下有三种，一说见到以后悟后起修，真正修行一说；另一种说先修后悟，所以又浅。又是一种说修跟悟，修道跟见道同时并证。这种我们做人所服的行为一样，自立以后自度以后再度人，自立以后再利他。但是佛在楞严经中也讲过，自为得度，自己还没有得到，先度他人，
菩萨法身，自觉已圆，自己已经圆满成功，佛祖他者再来度一法一切众生，如来应是，就是活的佛。同样的，懂这个问题是一样，叫他们不必争论了，也没有什么害怕。先见到也罢，先修道也罢，真的修行的人不怕说我还没有见到，还计较，这还要计较生啊？等于到百货店买生买东西，还想这样再的多便宜的，这样的生理来争什么？有屁用？没有用的了。管他见到好修道也好，都不对了。哎，没有计较生，没有争论生，在那可以修道。大菩萨，本人答复你是如此，对与不对我不知道。好，现在我们开了几堂座，这样我们时间也不多啊，六七天，今天已经过了，你们就早晚功课试试。什么？我的国语不标准的啊。四日已过，聚少水鱼啊，是要活络。今天去了就没有了，后面就剩下来，号称六天，六天后面最后一天大概半天再算价钱，只剩四五天了，一摇头就过来了。啊，所以我们要加工，加工刚才回转来讲你们的正坐晚上吧。哎呀，我好舍不得哦，跟那位同学抓走了100块钱，哦，这个多心痛啊。不过他抓得真好，哎，总算又能打出来了啊。现在我还要拿奖金来摆到，看我们这一次听课以后，假设过一年半年我再到这个地方来，还有几个成功的。不过有个条件，我要发奖金，但是还有个附带条件，你成功了千万要收我做皈依弟子哦，我要拜你为师的啊，好带领我一下啊，不要忘记了啊。啊，我们家修行的内容，我们的汪曼老，他我本来不认识，他跟我那个，他看了大概，那是那个活菩萨、活才能菩萨记了那个如何修正佛法给他看了，啊，如何修正佛法，他听不见，你帮助他一下，啊，那这个。因此接上缘，如何修正佛法所讲的，我特别强调一个，强调一般人讲修持的熟悉法门，你们都知道吧，熟悉这个法门都知道吧。哎，不要客气了，不是说你们都收到了，这个名称都知道啊，都听过没有？都听过啊？你们也真实去实行过没有？没有啊，这都老实话。熟悉观是根据自在大师天台宗啊真正真实的功夫修出来，六妙门，六个妙门啊，六个大很巧妙的法门。那一六个妙门啊，这个一定会有打得出来的，有没有？那六个妙门。哎，你们同学们哪个打出来？
好，请坐。这六个字包括六个法门，属习、随习、知习，前面三个观不加习者，缓正净土的正啊，这六个字叫六妙门。那么现在一般我们国内所有的气功啊、武功啊，统统练气功的都走这一条路子。你晓得，中国的武功、气功、道功，哈，还有些很多的秘密的法门，搞了半天，都是走的六妙门的前半截三个字的法门。再加了一个毙命的咒语 ，Om Mani Padme Hum， 六字大明咒，四比观音菩萨四只手的六字大明咒，不要念成安哦，第一个是 Om， 头部发音 ，Mani Padme Hum。实际上跟气脉有关系的哦。嗡，这里玛尼白咪吽，这是四臂观音的六字大明咒，属于密宗部分。你去查查看，一般有特异功能的修特异功能，修气功师的，修病子的，就来这几套以外，没有第二套。当年在北方这几十年没有了，还有个教派叫做黄河南北，叫李门李教，不抽烟不喝酒啊，在律很清廉，都是在家人，所以一来人家哎。一看那个样子，你是在理的，不错，我在理，道理那个理，理教，理教也有密宗的，说五个字的咒语，有个咒语是五个字，传给你了以后，你好好去修，刀也砍不进，枪也打不进来，嚯，那个神通广大。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都要去摸一下看，这五个字的咒语有那么大的威力，而且不求生的念，要命的时候再求生，威力大的。结果就去叫师父拜师啊，要供养拿供养，要磕头拿磕头，不管磕头连磕腿都干了啊，连两条腿跪下来，连头跪下来，只要你传跟我能够得到。好，结果传了五个字秘密经验哦，六耳不同传，你两个人师父六个耳朵不传了，只能他嘴唇传到你耳朵了，这个秘密吧。结果传了五个字，我现在把它公开了，你们好好去修，也有威力无比。那五个字啊，要不要？要不要听啊？哎呀，你看，好奇的要来了，我们好奇的朋友，那五个字哦，秘密的很哦。观世音菩萨，哎，你们不要笑啊！为什么你我们念起不灵啊？就是因为跟你这一笑笑坏了，真的哦。他绝对的诚恳相信那个精神合一，他绝对起作用。从我讲我这些亲身经历的故事跟你听啊，我被释迦牟尼佛拜的那些旁门左道的那玩的多了。还有在武汉那个阶段，湖南有一派
一杯水拿来放在手上，都不是出家人啊，在家人，你生病念咒子，念完了拿去喝了，病就好了，扔掉，也是三教合一的。嘿，这个很稀奇啊！结果又去拜门，嚯，那很困难了、哦，还什么引理师啊、引证师啊，这个师那个师，已经把你一生都识破了，然后再找到那个老师，那找到了就是传了你道。嘿，他们用的灵，我也不灵，跟你们一样的。观世音菩萨，你们嘿嘿一笑，当然不灵了嘛。结果他传给我什么东西啊？我以为也是大悲咒啊，也是密宗啊，不是。大学之道，在命命，在生命，在自娱自善，自自由和定定而后能正。哎呀，我11岁都背得瓜一样熟了，还听你这一套？哎，可是他们用的灵。说灵与不灵，不在经典，不在诸女啊，还是民间中国文化三个字情之灵。所以基督教讲信者得救，不是没有道理啊，啊，就是这个道理。好，将止观六妙门不要扯开了。可自在大师的六妙门根据什么来的呢？大目禅宗来的。啊，参合了大毗婆沙论这些舍利子啊、目勒尊者等等的著作，修持法门。所以大家呢，日本、中国很多学者都在熟悉，熟悉，啊，打起坐来听自己的复习，将来出去，这个你们都听过的，对不对？都学过的，不要浪费我的嘴巴了，是不是啊？都知道吧？都听过吧？啊？学人不开口，诸佛菩萨下不了手。你们都不开口的，那什么办法？都听过了没有？好，对了，就可以省下来了。所以我常常讲，你们熟悉，怎么叫熟悉？根本就不懂。啊，一进一出，数一、二，你数个一千是一万是。佛教说到习，倒转来说，说了半天还在复习，复习是生灭法，搞些什么东西？大目禅宗，今天真的跟你讲，这个法门是根据什么？大目禅宗叫修阿罗波罗，阿罗是出息，波罗是入息。梵文的翻译，在中文简称出入息。你们听完了，你等一下就可以打起坐了，好好做十年，成道很快，成功也很快。现在首先一个问题要解决哦。在所有人修复的观念都晓得做起来，修出入息，修了半天一点影子都没有。假定在座有一个人修出入息的有一点心得，我一望而知就看出来了，对不对？不是小看你们，也是我看出了，该打屁股啊。哎，没有，不是你们，大家都搞错了。我们的呼吸叫呼吸，呼出去
叫出席，如将来习将来叫如习，安乐波罗白文出如习，三样啊，你注意啊，大家把这个书附经读错了，出入习，一出一入，复习是生灭法，一来一往。你体会一下看啊，你们先体会哦，一边写字一边体会，就是关于你们真正修持的，不要听我吹牛哦，不然你白听了我也白讲了，没有道理。你自己一边开眼也好，闭眼也好，一边听一边观察自己的呼吸，我们的呼吸出去将来中间有一刹那停留的，出来出去进来进来出去，这个中间交接的时候一刹那空荡，所以叫你修出入席，又就像现在的晚上，今天哎，现在好像风平浪静，白天风很大很冷，假设你现在注意出席，不要注意入席，把它一放出去了以后，你心念一停，停那一下，不呼不吸，那一刹那之间，你试试看，你马上感受到也不冷了，也不疼了。你诸位试试看，是不是这样？不是看我脸上，我们脸上没有你的秋入席。出入席在你那一边，啊，一出一入，不要故意哦，人自然要呼吸。你看，等一呼一吸之间，出入吸，这个一定做了以后，你当下气好像很短暂呢、哦，气也慢慢。好像活动了，定住了，念头思想杂念也少了。大家搞错了，数息这个呼一息，这个停住之间，你开始勉强的忍一下也可以，你停住一点，这样一来回停住这一下，把它记住，记住不是呼吸咯，那是思想了，叫做一次了，是叫数，然后再去出入停住，慢慢越停的阶段，这一段不呼不吸越来越长，第二次数二，所以叫做数息，数这个。那么一般跟你讲数出息，或者是出去的时候计数，或者是数进来的时候计数。你只要记个两三次五六次，只要生念转移了，你就跟到气息停住，不要转了，那就是随息，很快。这样听懂了没有？哎，诸位大菩萨们听懂了没有？听懂了没有？哎，你们都是我的父母啊，我讲清楚，爸爸妈妈们啊，听到不要浪费了，试试看，真的听懂了，恭喜你们，修智慧，福德质量，智慧质量再加深，很快就上路。所以习在仔细，习也就是休息，休息就是念定住了。哎，你看，有好几位。懂了一点点，慢慢去持修去走就行了，先有点勉强，慢慢自然好。你懂了这个，明天就告诉修习，而且要想得再定慧，要想得成神通与开智慧，非常的快。所以我
汪曼老看了我那本如何修正佛法的提出来，你们看看释迦牟尼佛教儿子修行的法门是这个，但是大家看经典，包括这些人看经都乱看。佛这么说呢，在阿罗汉经上说的很多，息场资产叫罗侯罗精在，罗侯罗精在是他的儿子嘛，他也把他弄来出家了嘛，啊，罗侯罗精在福德的儿子到现在还在这个世界，他没有死哦。释迦牟尼佛吩咐四个人还暂时不死的，流行居士迦叶精在一个，罗侯罗一个，宾陀罗精在一个，金头班不太一个，四位罗汉还没有死。为什么那个就是长生不老？为什么呢？修什么法门？你们去念着。佛告诉罗侯罗法门：习长知长，习短知短。还叫做习冷知冷，习暖知暖。大家一看了这个书啊，看了这个佛经啊，认为都看懂了啊，习你们自己下就改，大家都只复习，复习场就走到复习场，在那里练气功了。哎呦，这个，嘿嘿，把简单的文字搞复杂了。习场一复一习，一生灭来去以后停住了，不复不习。这个时间长，知道长了；这个时间，这是一下就过了，知道短了。习长知长，习短知短，是这个道理。这一下帮助大家都懂了吧？啊，你试试看，不能讲多了，讲多了我都高友一样都卖完了，明天没得戏唱了。不过在休息以后，修这个阿罗波罗的法门，成就是非常快的，转变生生气质也非常快，再配合止观，配合般若，配合显教密宗，各种修法是非常快的。那么在修这一个阿罗波罗这个以前，那么在六妙门上也讲到了，假设身体要不舒服，有六个字你们都晓得了，都晓得吧？六个字治病的方法都知道吗？又来了，都知道不知道？记得不记得？啊，喝，你写嘛写嘛，不要等我来了，晓得六个字。吃吸，哎，对了嘛，吹，哎呀，吸，欢喜的喜，口字旁一个，还有个诗，喜。那个字写出了脖子，那个写字怎么写成这样？房子倒塌了呀，改变成两层了，连起来了哈。嗯，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是不是都知道？都知道？都不知道？你们都上过这个课吗？没有啊，六妙门没有上过的。那，教务长啊，
上次把刘妈妈好好拿出来念叨念叨吧。这个有些同学知道吧，呼呼虚这六个字你不要少看了它，如果你征收好身体，非常健康，而且容易得病，有心脏或者对心脏不舒服有病啊，多数这个这几个字呢，第一每修一个字的时候，念一个字的时候，不准出声音，意念上有这个声音，嘴巴的形式也有这个声音，但是声音听不见的，就是都六个字都一样。第二，这六个字啊，最好用客家话念，或者广东话与福闽南话念，用国语念都不对了。记住啊，那你看啊，你的嘴也是嘴，我的嘴也是嘴，都记一下啊。嘴型念呼子，你们会懂广东话、闽南话，呼子念什么？这个科子念什么？口把那个科。你们有没有广东客家人在这儿啊？哪一位？闽南话这个口字念哈啊，不是刚才哪一位讲话，请站起来。广东话口字，这个口字念哈吗？不对啊。对，那个是对的，好不是哈，哈是哈啊，这个话是广东发音，就是这个嘴型的发音，不要念口字啊。脸张开笑，把所有的浊气都吐掉。假如心脏有问题的呢，经常念这个，然后把这个浊气呼完了，静下来，你不要管进来的气。我们人为什么要呼吸？我们这个生命活到呼吸是什么道理？明天再补充啊。哎，这个气进来是阳气，一到身体内就变成碳气，所以急于要把碳气呼出去了，不然就得病。所以有呼有吸，所以呼是管心脏部分的啊，这样念这个音，呼管肠、脾胃、肠胃，你自己体会那个嘴型这个发音不同的。你尽量把气这个出去呼完了，自然给它停下，不要吸气进来，它自然会吸进来。这呼，这个虚字呢也不能叫国语念了啊，又要叫客家话。哎，客家话念什么样？大声的，你一会啊。哎，对了，那、反正叫客家话、广东话、闽南话。对了，叫现在国语念不对，现在的国语是当时在北方北京过来的，或者北京靠北一点的过来，是满清300年来的国语。客家话、广东话是唐朝的国语，闽南话、福建话是宋朝的国语。
啊，那么我们这些辅政翻译都是唐宋时代的，所以发音不能叫现在的不是，唐都搞不对了，这样懂了吧？所以这个虚不念这个虚字，不是叫归嘿，就是肝脏的吹，就念吹了，嘴巴尖起来，关于肾脏的啊。这个喜字呢不念喜，闽南话念，哎，这个客家话念什么？对了，喜字管三焦的，管三焦的这个胸椎，这个啊，淋巴腺呐、啊胸上腺呐、等等，这是管三焦的。就是你看说明来菩萨呀，嘿，我们笑着的嘿嘿，这个喜字叫的管三，你看你这痛快的拉开嘛，不要出声音，你自己走到哪呢，这里就放松了嘛，身体松了嘛，三焦的球气都出来，试试看，来嘛，我们大家说疯子嘛，不说服就是这样啊，西子，这个诗也要叫开单人方，哎，这我就对不起，发不来，你大声一点，被我和我们开单人方啊，就是啊，诗的发音叫广东话，闽南话嘛，这个诗的还是起了，差不多大概起。叫闽南话广东，这六个字非常有效的，所以你上座以前先要这个调好气，然后就安乐不乐，注意仔细这个习字这一段，一正一曲直接都定住一下，效果就很快了，成就也很快，出入习这个手法啊。差不多有所成就的这些祖师们多半是带到修这个加兴法而得成就的，很重要。那么后来发展成密宗，所谓讲修气修脉，道家的这些做气功的发展都是这个法门演变出来的。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生命活到这个生命只是两样东西组合的啊，一个是感觉，一个是知觉，感觉状态就是触法，触与受；知觉就是思与想。在佛学里头，思想两个字有层次的差别。我们现在脑子里头、心里头能够想的，这个叫妄想。思不是这个想了，想是很粗的，思是很细的。譬如我们今天天气冷了，大家出来忘记了戴帽子，然后坐在这一边头发冷一边想家里那个帽子放在什么地方，而这里还在听课，还在记录，还在想呢，那个心念解不断理烦乱，是理愁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那个词。这几句古词念过的吧，中间该知道吧。你们这些小孩子的时候念古人的诗没有念过啊？奇怪了，解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这是古词啊，古人的词句名句名作啊。这是那么传首是无念渡上西楼，月入沟，寂寞梧桐庭院响清秋。李后主的名句啊，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次序是这样，无念渡上西楼，月入沟。无念渡上西楼第一句，次序。这里无念两个差了啊。大家都说李后主的词那真是好啊，啊，无念渡上西楼。如果我常常跟同学们上文学的课，就讲法不是这样的。无念渡上西楼，月入沟，都没有。那文学就是文学，月入沟。结果拿科学来念的话，上半月写还是下半月写？上半月的月亮还是个一沟，下半月还是一沟？上半月的沟啊是怎么倒沟还是反沟？下半月是哪个沟？我们大家都活了二三十岁，也看过好多次月亮，上半月的月亮跟下半月的月亮有什么不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定没有注意啊！所以不是艺术家，也不是画家，也不是科学家，只有我在家里讨一个太太，一个女的站在旁边看她做那个家，这都不知道。我们上文学课讲个笑话，如果是无念渡上西楼，月入盘，一点味道都没有，那就不是文学正改了。十五的月亮像个盘子一样，那下一句不是无念渡上西楼，月入盘，红烧的面包吃不完了，那就不叫文学了，对不对？那姑苏镇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开船，那个味道就好了，好的吧，王叔的味道。厦门城外普陀寺，这个味道不大够，好像那个红烧肉啊发干了的火腿一样，还味道不好。姑苏城外寒山寺，那就是苏州菜一样，又脆又嫩又温柔。这个文学正改就是那么不同啊，不是跟你们讲笑话。所以你们写一篇腐朽的文章，写一封像不同。像我们这里有一位上海的女青年写一本书叫做残林漫步，她的文学正改蛮高的，写的很有味道。我刚才在那里看到她，我说你带几本来没有，她只带了几本，我说多带一点来啊。啊，文学的修养，古代的高僧每一个文学都是很高的。譬如又乱扯扯到这里讲用功夫拳，没有关系，反正要睡觉了。这个唐代的高僧，就是你们同学了，灌修禅师，那还得了？
唐朝的名画十八罗汉，那个古怪的就是他画的。他大和尚吃好，文学好，画好。他在浙江五代的时候，五代时候浙江一个人就也犯出生称王的，叫钱畴，在杭州称王，所以叫元王。杭州西湖上那个元王庙还在的，现在不过变成财神庙啊，另外一个东西。冠休传世那个钱王是在浙江一带称王。这个钱畴啊，父子在江南称王，可是都很幸福。我们最有名的一位大师，禅正双修，又是禅宗悟道讲净土的，这是哪一位啊？宋朝啊，哪一位啊？哎，都是你们老同学啊，用命筹三世，就是钱畴的部下将领，后来出家了，就是大师。钱畴父子都很敬重他。哎，怪修禅师，那诗也好，画也好，这个有一天，钱畴啊，请客，招待这个。我们这个政协委员啦、国大代表啊、立法院啊、社会名流都来，把冠休也请来了。哎，就吃完了饭之后，叫冠休写两句诗。啊，冠休是写诗给钱王，啊，他是他护法大老板嘛，啊，又传又地位又有钱，当然写了两句名诗：满堂花醉三千客，一介光汉十四州，那真是好。那把当时他的前往啊，这个元王的威风也写出来了。满堂花醉是三千客啊，梦想中梦下三千公，讲他的威风啊，这个武功，一介光汉十四州。好啊，大家全体叫好这个和尚的名句。前往前头看了也叫好，不过拿到看一见光寒试试，就师傅啊，可不可以改一下？他有野心哦，他想统一中国啊，只是在浙江称王不干，但是不好讲的。看这个和尚师傅一见光寒试试，就他师傅啊，可不可以改一下？怪修禅师的文人的毛病啊，出家人要修道的毛病来了，气起来了，不改，不能改，你要这么改。哎，这两个字坏话好不好？怎么坏？一介光汉世事就怪修和尚不改，站起来走了。他想讨这个出家的师傅啊一个口气。一介光汉四十州，可以统一中国了。结果啊，老师傅只给他写一介光汉四十州，只能偏向于东南一省了。这怪修禅师走了，走了就走到四川，年纪也大了。那个时候五代时代，浙江是钱畴亲王，四川是王介亲王。王介，四川的王介称王啊，介绍的介。王介一听到哦，唐宋时代一个和尚、一个高僧来了，那正是现在请到世界名山权威的大科学家，比那个还要威风哦，不得了。然后他到了四川见王介。王者一听冠修大师到了四川来面一住人、也不要他海关报道，也不要办入境证，也不要什么如台证啊、返台证啊，都没有啊，
就赶快请进来，然后师傅，你的诗很高，那怪兽的名句要来，一片一波是垂垂老，万水千山滴滴来，这是他的名句。哎，你看，这些同学们这一边同这一边不同，好像文学都很有兴趣啊。一片一波垂垂老，万水千山滴滴来。所以怪兽的有一个外号叫滴滴和尚，就是这样来的啊，万事皆上滴滴来。怪兽才是这个高僧师僧，话也好诗也好样样好，悟道没有呢那就这样啦，就不知道了。哈，有一次怪兽禅师去看一个，这怪兽师傅去看一个禅师啊，他就给这个禅师写了两句诗给他，这个禅客相逢为担子，禅客相逢为担子，大家都是参禅的人啊，啊，彼此修道相逢，这么一担子，啊，也不说话，此心能有几人知啊？换句话，明生见圣悟道了有几个啊？这是我给他家注改的，他的本句：禅开相逢为担子，此生能有几人知？是文学家的笔下，好像看去大彻大悟，那个此江之美，文字都好，哎，说的都差不多，哎，其实啊都不差，差得太远了。哎，文殊跟禅了分不开，可是差得太远。这位禅师一看怪兽，这个禅师说：“嘿，他晓得他没有悟道，他一看是真好，好像大彻大悟了，很好。”他我问你，这个禅师是讲真实见地修持的，不跟他来谈文殊了。你这两句好得很啊。禅开相逢，此生能有几人知啊？我问你，这一边，怪兽老和尚说：“哎，请问，如何的此生呢？你说此生能有几人知啊？古文叫如何的此生，就没有叫都是这个心呢？”怪兽就愣住，答不出来了，就愣在那里。半天，哎，这个禅师呀，哈哈一笑，哼，佛法你差得远了。哎，你问我，观修也从来问如何此心呢？他能有几人知？正确了，哎，还是他的话，到一个禅师手里用法就不同了。啊，他是看出来悟道的话，此生能有几人知？这个禅师拿到手里就问他。如何此行呢？他答不出来了。他说：“你问我吧。”他问他如何此行，能有几人知？拂袖进去了。吃了半天，吃到文学上去，不能听啊。文学是魔障，不过希望你们要入魔，把文学搞好了嘛，佛法也就高明了。结果吧，文不能文，武不能武，佛法不能佛。哎，结果学了半天都成了活佛，活佛啊，西藏话叫做佛陀磕头，就是佛里佛陀，那就糟了。那所以要真正说好，文学也重要，佛法也重要啊。现在我们回去来讲这个阿罗波罗修持了。
是中间都出闲话去了，因为本来想溜了，我们古老板按说还有一个钟头啊，就是浪费时间在哪里去了。如果你要传染我的话，不是空话哦，里头都有东西的，看你们听懂，这个就是传的方法，看你懂不懂。再回过来讲师短的巧禅话，阿耨波罗初入席的说法，初席入席这一段，刚才大家有一点体会没有啊？有没有？哎，你这哄哄我呗，我还也蛮高兴的。你哄哄我，我也骗骗你，不是蛮好的？你也不哄啊，说都没有就白听了嘛。非常重要。如果这一段没有听懂，真的要问我。过后我这个人过后就丢了。你再问我啊，我讲过的，我忘了，真想不起来哦。就懒得去想了。孙主要听懂没有？阿耨波罗，假设你把这个说好了，初入吸收好了，八初的反应的作用马上就出现，八初的作用就出现了，身体的变化就很大了。可是你不要给身体拉去走，身体上感受都不是，所以叫做所随。随在两种解释，一个是跟到出入席，知道在正出入之间；第二随呢，就任用让他去，一呼一吸，可是头脑清清楚楚的。这个呼吸头脑清楚了以后，道家所讲的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一步都可以做到，就是一条路线都可以到达。阿耨波罗要如此的神妙啊，佛法任何的修持没有这个法门的神妙，在阿耨波罗来讲。那么为什么讲到这里？你回去来看，昨天所讲到腹外安斗，说乳胎经，这个胎儿在娘胎里头能够成长，就靠这个阿耨波罗的功能，起着一个变化。所以叫大家认住一个习，不要光听啊，这个真要去理解它，要去体会它。你要都听了，哎，好像很公正，都听进去了，这边听进去，这边出来了就糟了，那就摆成了。要真正好好的体会阿耨波罗的法门，如果深入体会进去了，什么观音法门啊，什么各种法门，一大半统统会了解。至于为什么阿耨波罗的法门要那么重要，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感觉方四大造成，四大，这个大家一定打得出来。那四大啊，地水火风，对了，打得很痛快。地水火风，修阿耨波罗，所以叫你们注意这个习字，不是气哦。因此我要提出来六妙门，叫你注意，风大是风哦。我请问诸位，这个风看得见吗？我问大家啊，风有声音吗？有没有？哎，风没有声音，声音是碰到东西自己发出来，风的本身没有声音。风有色相吗？没有色相，看不见摸不着的。风有香臭吗？风也没有香臭，香臭是物质在风的动态中所发散的变化，跟风本身没有关系。
跟到风儿传不过来，所以他无声无色无嗅，他的体是界将于空的，就是讲风，风大。那么风大的，我们譬如说两个手拿啊，拿一个一张纸啊，这个地方现在没有风啊，我们拿一张纸在这里一扇一动，就起了风的作用。它的体身是空的，它不动，没有空的，一动起了体身作用。所以习的作用就是一呼一吸不动了，这个习的作用。它也是无声无嗅空的，哎，所以风是风，气是气，叫我们修行用的是出入息，并没有叫你出入风哦，更没有叫你修呼吸哦，所以大家自己不要误解了，修了半天在鼻子那里空啊哈的数上来一二三数了几千下，我常常骂人，你收什么法？哎呀老师啊，我收的数习惯，我说数了多少了，哦，每次一度啊，一千两千三千，我说你学会计的吗？你把复习收了一千两千一万有屁用，那个仪器正来数第二下前面的气早没有空掉了嘛，你说我说那等于什么？对，我们这个老师兄知道我们山上的猴子偷包裹，包裹就是玉米了，猴子偷玉米你知道，你们都看过吧，猴子偷玉米很好玩的，那个猴子在那东看西看没有人，在一个玉米那个包裹在放在这一夹，然后这个一夹到这儿，那我们大家一叫，哦，他就跑掉了，一个都没有。他放都放在这夹到去，哎，这个时候拿下，夹一夹，你一叫他就跑，一跑都掉了，没有了。我们说数学的法呢，你搞不清楚，你是数一千是一万是有什么用？实在是仔细啊。所以呢，主席，所以佛告诉你，习长知长，习短知短，习暖知暖，而且要想注意正道，要想成就的快，注意出息。那个时候，住叫做习住，住家那个住啊，不要在如习的时候注意住。出问题啊，出现在这个时候定，那么你那变化大了，慢慢你智慧也开了，身心都起了变化了，啊，今天还是先到这里为止，这个原理明天再下去，明天上午经过这个法门以后，大家回去嘛，休息了一夜了。不是打坐体会哦，睡在枕头上也可以体会，站在哪里也可以修持，即使在这里修持，你不要看到佛经上说佛在世的时候有些弟子们七天七夜一用功下来马上证阿罗汉果，是可能的，不是不可能啊。所以还要明天上来就入座，入座就是以这个法门入手来试试看。